前面发现了一个古墓群呐、啊！哇塞，我的天呐！意外收获！也比一个几百年的，是风水宝地吗？嗯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那是谁？你怎么跳位？哦，那里边那个啊，很斑驳啊，三清。哪个？再一个猪八戒。这个能行了好多年了，这个很。哦，这是哪吒，你看那个小辫子扎的。这行了好多年了，这个。托塔李天王，雷神，风雨雷电。嗯。财神爷。哈。这不得了，看不清楚是哪一年的了，都已经风化了。哇，这边太多了，应该是还有没有立碑的，看这个破旧的程度，嘉靖呢？你这坟头上一棵树，啊，这里看得清楚。嘉靖年间的清朝，估计是以前一个避难的。这还有后人祭祀。光明磊落，光明磊落。嗯，下面的风化了，石头都脱落了。你要古墓群啊，那、啊、后面还有。